OK， 了解了解，来来来来，帮忙说明一下设置许可证跟招生许可证来。里面内容都比较。方法就来说明一下什么是设置许可证，什么是操作许可证。来，花姐当勾结啦，还敢讲什么？我们在审什么？黄丕委员在审的时候有没有进台去看？有没有去报表看？那个这种现象还容许在这边存在？台湾难怪恢复那么好的环境，被人搞成这个样子。我们在台湾搞几十年了，台湾宝岛现在变鬼岛。林先生，请你坐下来好不好？谢谢。环保署该负起你们的责任的。环评委员，觉醒，遵守建设。林先生，请你坐下来好不好？谢谢。感谢，来，请我们就是要准备说明一下，操作许可证跟设置许可证的差异。谢谢。方老师，方老师来，谢谢。方老师这边说明，因为我们在公学界是从设置许可证，然后操作许可证是要先取得设置许可，然后才取得操作许可，所以我们其实是有点正的哈。那刚刚那个张老师提供资料，我们再确认一下。好，那。按照管制的原理啊，就是最早提出的这个设置许可证，可能会预估比较大的量。那实际的操作许可量啊，应该核定的这个操作的许可量，刚好相反，他们后面给的就很多，跟你现在讲的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他们先给的比较少，后给的比较多。设置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个会量会比较大，超的量会比较小。他们超字很大，超比色还大，有吗？超比色还大，還大对啊。请黄评委员到台西看，到麦寮去看，量到底多大？怎么去算？怎么去测？实测。而且不止这个厂，很多厂都这样。对啊，很多厂 啊。不管是101年7月，或者是后续可能审查的过程啊，会用到的许可量啊，那我这边请我们公保去帮我们确认一下啊，是要看设置许可证的许可量，还是操作许可证的许可量？这个一定要确认，好吧？麻烦一下，谢谢。主席，我可不可以先？提起一下，今天如果是空保处应该要回答，他应该坐到前面来，因为我们都每次都不知道谁在回答，因为这根据五方的这个决议是应该说空保处来主持吧。那结果当然我们很遗憾的是，中继处还是安排主席你当主席，可是我们也是希望说空保处能够回答问题的人应该坐到前面来，这样才不至于。副处长在前面。对，那副处长也应该讲一下，我们希望说有懂的人来主持嘛。谢谢。谢谢谢谢，来，中奖坐在副处长旁边。好，那我们刚好环保局的张科长也是坐在张副局长旁边，来，中奖到前面来，谢谢。那个督导总队温科长也坐到江总副总队长旁边，这样可以吗？对啊，因为他们太客气了啦。谢谢，来来来，中奖不用客气。那个我们后续环评的变更的审查是要看操作许可证的许可量，还是设置许可证的许可量？那副处长还是我们跟你的处里面的同仁，这个应该不难回答吧？对不起，来回答一下。放这里吗？哎，我有，你有接吗？那你那边应该就切换的比较方便。这边没得按那个。